输赢是次要，但这样会很伤气势，这样会让李冠阳会，他会觉得他一下就没信心，因为他刚刚投进了，我们只输一分，对啊，我们差不多赢的机会50%，然后现在就我，所以我非常了解，练练罚篮。关阳上去投篮去，关阳。投投投投。你看那边是什么状态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要想太多，正常出手，多运两下。心里有底儿没？我中间一直在不断的尝试投三分，投三分投的把我越投越生气，因为我投的还挺准的，心情就越来越复杂。我早干嘛去了？扣篮没问题，嗯，没问题。这个抢断应该习惯啊，这没洗板。没洗板。第二球应该无效。好了，请教练员来一下吧。我们双方各派一名教练员来到这边，好吗？我来。我去吧。